OPPO 21S 开箱图上 85.8% 屏占比。10月2日， OPPO 在京举办新品发布会，正式发布旗下首款全屏机型 OPPO 21S。该机采用 6.0 英寸三星 OLED 屏幕，分辨率为 2160×1080， 屏幕比例为18:9，屏占比高达 85.8%， 机身大小几乎和上代的 5.5 英寸 21 保持一致。 OPPO 还为其取了一个星护屏的名字，正面上下边框并非纯黑，而且从红色渐变为黑色，沉浸感更强。它还具备面部识别解锁功能，通过前置摄像头智能采集面部128个特征点，高精度识别用户面部特征，整个识别人脸过程最快只要 0.08 秒即可完成解锁。